嗨嗨嗨，东波，嗨嗨。请问两位的名字 ？Thomas， 哦，我是那个蔡大哥。他马交过几个女朋友？六七个，我两个，两个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接到了欧米的业配，呀，业配，耶耶耶，刚好配合我们的真诚交友，哎呦，真诚交友，对，听说我们欧米的用户都非常的高素质，哎，所以我们一样呢，这一次为了两位安排了非常赞的女孩，哇，我跟你讲，欧米。跟我们两个是一样的，上道真诚，高素质，高素质又真诚。而且欧米有一个 slogan， 我们要努力一起脱单吧。我们要努力一起脱单吧，对，对，这是他们的 slogan， 对，没有押韵。好，欢迎女生。耶。哇哇！阿布算是跟蔡哥之前就有合作过，算是一直以来蛮认识的，自己的妹妹的感觉。可是蔡哥也还没拔到他，所以因为我们欧米有设计一个 quiz 的功能，对，然后可以让大家呢透过随机问答开启话题。是，我们现在来开启大家的话题。哎，开启，有点尬，因为现在前面有点小尬了。如果第一次约会前对方说想要带一名朋友一起。你会怎么回应？我会再带一名。哦，你会再带一名？对，我撕开他，对，再来一名。我就说好啊，一起来玩。哦，所以你就会一对二。我难怪。难怪。阿布第一次约会是会自己赴约的吗？欸，我可能会带朋友。你相信有一见钟情吗？一见没过。一见没过嘞。奈。我相信有，我也相信。你也相信你是有的吗？我是很容易第一眼就爱上人的，这好像不太对啊。你比较喜欢猫还是狗？一二三，猫。Yes。哎，结束了。在你生日的那一天，会期待心中那个特别的人做什么事情？一起吃饭，我交过两个，然后两个好像都没有过到生日，啊，好哀伤啊！我的生日都没过到过，为什么？是真的女朋友吗？对对对，因为他出国留学的时候，刚好有卡到我的生日，就没遇到。是不是故意的？是不是故意的？比如说，不管是吃饭或在家坐在一起看电视。比较期待完美的生日，漂亮蛋糕，然后我想要的礼物。哇，要什么都给你。哇！玛丽亚有理想型吗？喜欢比较胖胖的。哦。喜欢幽默的人。有吗？我喜欢幽默的是。他们是什么？是蛮接近我的菜。哇哇哇！那我就先离开啦。你原本觉得 A 不错，然后到时候 B 很认真很认真追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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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之后被 B 追走这种，可以可以。那我们要开始今天的爱情二选一。哎呀，我们这单元已经暌违一年多了。OK， 真的超过一年。这一次呢，也要攻略我们的捷运，说我们选择的捷运的是绿线。绿线，我是绿线，就绿线。真的假的？离我家很近，真的。好了，配对成功。我们今天的第一关就是吃，哎呀，早午餐跟港式饮食。我来台湾之后才吃到萝卜糕这个东西，然后我超爱萝卜糕，好像没有吃过港式的萝卜糕。哦，你是吃台式的？对，其实我没有吃过，所以有一点想吃看看。有点想吃看看。哎呀，有点心动。然后紧张什么？哎呀，阿布选择的是。港式早餐，耶！我们公布港式饮茶是 Thomas， 耶！抓住日本人的胃，哎，我们这个早午餐它有那个 all day， 你因为第一次看到女主角是什么感觉？平常心。我记得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有一次我就是有 po 那个实况野球的东西。然后因为他上面都是日文，我看不懂，他就有跟我说，我真的很想要知道那日文什么意思，他可以帮我翻译。哇，好贴心 ，sweet。对，那你们今天有什么战术吗？我大概思考了一套，就是台北 work 的策略，就是日本人看到会喜欢的、接受的台湾的风貌，所以我第一招下去就是抓日本人的，然后接下来的点都是日本人看到会有点小开心的地方。阿布刚才透露一个讯息，他说有个人如果认真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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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认真。
说不定有机会就给他咬住，咬住了。第一次这样子见面，那目前是比较中意哪一位？其实，因为蔡哥是之前已经就有认识嘛，然后对我来说，蔡哥的印象就是洋洋生，喜欢洋洋生，所以呢，对啊，所以呢，就是比较不知道蔡哥今天是怎么样的心态约我这样。然后到马思山的话，因为我蛮喜欢那种就是像卡通人物的那种人，对，小叮当，对对对，到马思山感觉比较喜欢。Yeah. 等一下呢，他们要带阿布玛利亚去吃饮茶的地方。那我呢？那你就跟我们走。Oh, 好、欸，老样子啊。对。不会在这边。不会，就是、欸、我们不会见面。我不会再见面。很开心。OK， 他妈交给你喽。哇，他直接不理人了。今天跟女朋友约会会来西门，极客救援二的时候看完在一起这样。西门是我的福地。不是，想到现在是落成这副田地，因为阿布其实会让人很有那种想要跟他聊天的感觉，我真的觉得非常感人。就是那个我要再讲一次实况野球的事情，他说你只要截图给我，他一定帮我翻译这样子。哇，我觉得很感人，因为这是多麻烦的一件事情。我说我截图很麻烦了，我很欣赏他在那个表演上的才华，他在演出的时候都是100%专心在这个上面。好了，吃饭了，吃饭，吃饭。两位我们这边好，给我边多，谢谢。其实我看不太懂，我念给你听没关系。丝瓜虾，你喜欢那个？可以吗？虾子可以，虾包可以。好，15岁出道前都主要在神奈川。4岁开始学跳舞。哦，好傻。对，然后去东京学习。嗯，蔡哥一个人。对，菜单。刚点完了，而且他刚刚一进来还没开始点，他就说：“哦，好好奇他们另外一边港式饮茶到底吃什么。”这其实会蛮好奇的，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们那边发什么状况，对吧？他妈好强，他妈好可怕。他刚说：“啊，我之前看你的专访啊，什么什么，全部都给我一直拉，一直拉，一直拉。”吸取上一次的经验，你还选了早午餐，还是输。期待你接下来的。不能，我会带他去那个城隍庙拜拜，脱单，快来用欧米脱单，没问题。哦，这有押韵，可以免费送给欧米。阿布这样互相对聊，我觉得会比较顺。我现在一个人聊，好。哎呦，你现在在嫌我们？妈，你长得跟男生一样，上班演亚纶，你看。好吃吗？好，好胖。好的啊。台湾男生这么贴心吗？在日本的话，我们女生哦，对啊，确实，从小长大就是一个习惯，跟妈妈可能说你要帮忙做事情，这样，这是教育啦。哇，很好吃，很好吃啊！等一下有什么策略吗？在这上面就要下功夫，起立。对，我就知道。我的饭没有吃完，我本来是想说这要跟他一起分。谁咖喱会分着吃？一定要。因为要咖喱到底，就是很体贴，还要跟玛利亚现在很快乐，然后怎样？什么状况？我刚刚 Amy 的情报就是你输定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才刚开始哎。他问了那个延长时间，因为他们相谈甚欢，然后东西忘记吃，对，都没吃，怎么干嘛开始踏步？想要赶快过去，等一下就要阻断他们的时间。他们超时，等于影响到我。等一下，如果我选中我的权益，真的很想赢哎。虽然说已经很熟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对，只是总不能一整天都是汤马，这样不好看了。对啊，他们可能女朋友是懂这种，不懂。以前我觉得谈恋爱要找一个兴趣相同，几年后觉得不一定。其实应该说，只要对方是能愿意配合或是接受你的兴趣，而不是去反对或是对立就好。因为其实就算我们两个今天在一起，在这样的空间，那我可以做我的事，你可以做你的事，不需要一定要绑住，因为其实会有压力。越来越经验之后才会这样想吗？还是小时候开始？小时候很慌，小时候就是啊，我要交很多女朋友，好像聊得很顺畅。你这两个吹球把球的，你们吃的好吗？我们。耶、yeah ！超级开心，超级开心。下一个是逛的行程，台北最潮文青街，奇丽好拍的老街，
这什么字？这什么字？那是一个图印象。哦哦、你已经选好了吗？你选好了吗？选好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。耶！啊耶！为什么你会选这个？就是看好拍。哦，那在 Kitty 没有帮助。Kitty 我没看懂。对，等一下也是一起去探险这样。好。哇、哦啊，也其实蛮害羞的，又这样两个约会，很久没这样子。啊，对了。哎哎 ，Tamodes， 你是 Noko Q。开心呐、啊，走，爽啊！好像国中生哦、啊。随便拍，然后我一直看镜头。变态的。变态。我现在演很自然。哦、你很自然。看哪对，看哪对。跟我讲贴心的话的时候用台语，所以根本听不懂。因为我觉得讲国语很害羞了。我们现在到哪边 ？Batman， 我就是个 Batman。他直接跑去找汤马丁的，或是当个蝙蝠侠也可以。Batman。好拍的那个地方。好了，带你去好拍的地方。好，拍等于3.1415。Go！ 小心小心，可爱可爱可爱，但是不用担心。确定？确。我忘记秀莎是什么意思。秀莎就是笑什么？秀莎。不，你要为什么？比较舒服一点。你好，不行不行不行。真的？可以跟维尼？可以。我你的话可以，因为没有到很脏，秀山小比较脏。秀山小。哎，不行不行，笑什么啦？秀山。对，这样可以。像我们日本人，就是常爱乱讲日文，觉得很可爱。嗯。台湾人也会。会啊。乱讲台语。其实是蛮好笑的，臭豆腐的味道不宜久留。呼吸困扰。呼吸。啊、哦、喂，你先吃，我会被杀掉。可爱可爱。要自拍的。怎么笑成这样？好可爱。我也帮你拍一个。什么工作都蛮劳累的。嗯。还是去做一点爽的事情。我们去按摩一下， yeah! 好不好？给大家一个福利。哦、yeah! oh, 是哦、啊。对。那第一点泰文到底怎么讲？我忘了。哦、oh! ，我就忘了。可是他们那边几乎都听得懂。对。大道城。你好， Hello, 这个 Hello, 这个，哎，谢谢，散步愉快，哎，啊，拜拜，你喜欢小孩吗？喜欢啊，我超喜欢，我想要生很，哎，不要生很多了，就我想生三个，什么意思？太多？你跟我一样，因为我们家就是三个人，真的，我一个哥哥，一个姐姐，然后一个我，蔡哥妞妞中。我来看看，演奏一下《大道城》。我们那才，我们那才，蛮舒服的呢。因为我的老家是海边，所以看到水觉得很兴奋，很开心。其实蔡哥蛮适合这个床的。来，我知道你要这样。亚达，这样不行吗？这样很帅耶。帅吗？大道城的大没有错。可以卖去给杂志哦，因为你没有做过这种动作。对，你都是做这种，你以后要加入这个动作在你的自拍里面。哎，放松，不要生气。不要生气。你不然我拍的时候一直笑，要怎么放松？我又帮你创造了神奇美照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大家看到的阿布不得了。我从来没有拍过这样的照片。这个英文完全是台湾男朋友的审美，帮我拿包。日本没有这样子吗？再重都不会拿。蔡哥帅。谢谢。红豆泥。什么红豆泥？无糖少冰好了。不行，我要微糖就好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阿布喜欢露肉的男生。我改了。知道吗？我的婚事很多人希望有一个人来照顾你，对，给我安全感，然后希望我留在台湾，所以觉得我的婚事真的很温暖，很棒。所以他们反而是希望你找到好的归宿，就对。有些婚事这么求，都
果说这个阿布需要有人照顾的话，我是可以的。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的。我是叫蔡哥，哎呦，蔡哥超厉害，真的，到处哪里都，大家都是蔡哥的粉丝。厉害是在这，对不对？拍照的时候，他意外的很忙，被拍。哦，下一个行程，公布。哇，紧张又开始紧张了。滑雪滑起来跟 Time 杂志，此生必去，难选，很难选。这歌唱完会不会到明天去呢？哦哦，你输给了命运啊，蔡哥！啊哦，是我的耶！等一下就去这个，嗨嗨，宝藏岩耶！哈哈哈哈，不好意思，运气，お願いします。耶！干嘛不开心？我们现在到了公馆站。耶！它叫宝藏岩，它那边有个山，然后山后面原本是一个水源区，然后那时候有很多老农民之类的，就是居住在那个山的背后，然后盖了一个很特别的村落。那后来因为那边算是水源地要拆除，结果就被很多艺术家驻村，有时候不要拆，这边很特别。然后后来就被《时代》杂志选为此生必去的景点，因为它的风有点像找九份，有点像九份。哦，九份。对，而且他今天因为没有穿高跟鞋，所以可以去，比较好走。好走。然后等一下又怕今天太累，等一下大家去喝个咖啡。哇，因为我年纪大，我不太可能去做激烈的，而且他给队友化妆也比较麻烦。对，我们就慢慢散步就好。好贴心哦，大A在面对我们的时候。是这样在裸露，还露肚毛给我们啊！好，你帮我按一下。如果觉得行程不好的话，可以回来再找我，没关系。好，考虑一下。明白，明白。加油！又剩你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已经想到了，想到上一次也有一个挑礼物的环节。其实他妈在昨天行前的时候，他就有偷偷准备一个礼物。啊，妈呀！他跟我说，欸，要提醒我要带哦，要带哦，才安全，才安全，我要破除它，戳洞，对，有几个方向，比如说这个东西可以陪伴他的，对，因为他一个人在台湾嘛，再来就是猫类的或是好笑的东西，这三个东西我去找，猫的好笑的陪伴型的。这个是那个幸运饼干，你要跟他照相啊？好啊，山吗？那个是雷达站，它是军方的设施。但今天拍摄会累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出来玩。对啊，辛苦你的。我跟你讲，蔡哥买了一个非常瞎的礼物，没有，很瞎，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礼物非常赞，我赢定了。啊！我们在那个大稻埕那边的时候，我们有跟一个树合照，阿布就摸了那个树，对不对？哎，摸到有那个灯泡，然后说：“哇，这晚上应该会很漂亮。”哦，所以还有猫咪跟好笑，我觉得就用这一台，我会等一下拍一拍，会处理下去。哇！蔡哥，有人要跟你视讯。什么？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咖啡厅。对啊，我们在喝咖啡。约会的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我有好东西要给你。不？等一下你们就会说不出话来。什么东西啊？这里超棒的，很 cute。嗯。比刚大稻埕还棒。哦。这里很美耶。那个，他对这个地方已经感到新鲜的。他没有跟你一起感受那个第一次的感觉。我跟你第一次在大稻埕一起感受。蔡哥的初体验，没有错。蔡跟阿布一起到处去探索很多新的地方，因为我是个宅男，哪里都没有去过。期待蔡哥的礼物哦。好，拜拜。台湾的男生是不是蛮喜欢打篮球？对，因为篮球场需要的场地不大，篮球只要有一个篮筐就可以打。对，这个理由。对，虽然我很喜欢足球。
足球。嗯，我很喜欢足球，我很喜欢看足球。我也喜欢。对，我觉得啊，足球很热血。陈奈川有一个很冰的 team， 小时候跟爸爸一起去看。他们已经来了，好像去蛮久的了，你们。你也帮人家拍了很多照，他求我们，所以他拍的比我还好，对不对？完蛋！也没有，而且那边是也没有要补充了，而且那边呢？我们今天松山新店线我们要走到最后一站，哇！等一下呢会到彩虹桥那边，我等一下也会在那边决战。决战啊！等一下，我要在那边选出他最想要再约会一次的人。哇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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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居然都会唱，好，为什么一直笑？那那个秋山，玛利亚是会喜欢男生一直撩你的人。像我们节目也是有三个女生嘛，一直被比较。如果是有男朋友，希望他一直给我说你最棒这样。有时候觉得，哎，是不是我没有魅力这样？你也会对自己比较没有？对啊，有时候。耶！而且天空很像粉红色。经过了半天的相处呢，现在请两位献上自己的礼物。哇！你先来，我先啊。汤马先，汤马先，什么哇？你怎样送什么袋子啊？他很在台湾，可能很久没有家乡。我买那个神奈川的特产是那个梅干，给你当零嘴。哇！你叫什么名啊？我有挑是原产。是的。想说你可以比较思念家乡这样。好用心。泰哥真的很贵，用泰有压力。好开心啊！家乡我没有压力，我有压力啊。很用心。很用心。怎么了吗？那我送你一个，眼睛闭起来，不要的，亲一下。噔噔噔噔，好了，这是一个。那你？这是一个发光的电灯，因为今天我们在那个树下的时候，你就摸到那个电灯，你就说晚上应该会很漂亮。啊，这个直接带回去就可以用这样子。幽默加猫的照片给你。幽默家猫，他整个崩溃，很难丢哎，非常刺激。我是圣诞树吗？就是让回去的时候可以亮亮的。圣诞节快乐！耶，圣诞节快乐！然后这个给你自己拿着。天哪！在开玩笑吗？还是认真的？认真。因为你今天有摸到这个灯，然后你说，在哥黄色的贴心。对，然后给你这个有猫咪的，有好笑的，这个就是我的照片。这我人怎么放太好笑了啦？耿直的大男孩。等一下，那你们两个往后转。哦，我等你今天一大早开始，就是没有感受到蔡哥的优点，就是蔡哥很好笑，当朋友很喜欢跟他互动，没有感受到他就是可能如果我一在一起对的时候怎么样的感觉。所以一定是汤马上哦，已经大概知道汤马之后一起约会是怎么样的感觉，但蔡哥是完全不知道，有一点想看看蔡哥到底会不会进步这样。蔡哥的方式努力的行为，我比较喜欢看这个人的进步怎么进步这样，给他再一次机会的话，蔡哥吗？怎么办啊？很困扰，我要怎么选呢？还把灯打开。这样吗？我们现在请阿布选择想再约会一次的人。拍。啊，直接拍他。3、2、1。那么不是，我不是说蔡哥的约会很好，蔡哥是汤马斯山的约会超级完美。所以我之后一起约会也是可以想象得到，他一直给我很棒的约会，所以就是想看我还能绕赛到什么程度，想看看到底这个人会不会进步这样。哇，我竟然是走这一招赢的，多学一点，我有刚才身上学很多聊天的技巧。恭喜蔡哥，恭喜，谢谢。那今天很感谢阿布来上，谢谢阿布。
非常感谢阿布玛利亚，也谢谢呢欧米，欧米的干爹 ，Yes， 想要成功脱单的人，快来用欧米脱单，没问题。欧米里面通通都是高素质的用户，很赞哦。为了要防止轻浮的人，因为我们会怕有些想不认真的人进入，对。對所以它里面还有一个敏感词侦测，怕跑接跑步的啦，对，它就会把你挡住。耶、哎， yeah, 谢谢阿布玛利亚，大家可以去订阅他的 IG， 追踪他的脸书。没错，可以去啊，跟去去。我喜欢我们影片，也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跟留言，谢谢。咱们不要看，这样子去约会的時候。好，先不要。不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刚刚玛利亚特别走到汤马旁边说：“汤马真的很用心选礼物。”对，我觉得今天不管怎样，他都来了，希望能带给他美好。对，真的是。就给他一个家乡味，这样。真的棒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老虎夜市，等一下准备吃东西。老虎夜市好久没有来这些。所以你之前有来过？有啊，因为每个日本人会一定会来，都是跟女生朋友来，所以男生朋友我第一次。没有，我是第一次呢，带这种亮光跟女生逛。谁会这样子逛呢？嗯，可能我们是第一组。但是我必须跟你说，因为呢，玛利亚长得是也是可可爱爱的。有吗？有有有。所以呢，有时候会遇到坏人。那你知道遇到坏人的时候，要用脚打他，不要用手打他，因为手难打，手很难打。借他们的啦，蛮好看的，其实蛮漂亮的，蛮好看的，对不对？你就觉得这礼物变好了，对不对？没有。你有没有最后要讲什么话？记得订阅，不要私敲啊！还有看一下我的 SNS， 大哥加油！拜拜。